我要找一个当今文坛爆红的推理大师白云飞。如果白老师没灵感，他就会闹失踪。这个呢是历任编辑流传下来的寻飞宝典。白老师，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抱歉，不能拍照哦。白老师，座位里面啊，长得最帅的那个人就是他。白云飞他究竟去哪呢？白老师。